中亚牧羊犬看家护院的效果怎么样？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测试，我们让陌生人来进攻这只中亚牧羊犬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。成年的中亚咱们不敢拉出来测试，害怕发生意外。今天带来的是一只小中亚，目前它只有几个月大，还没有彻底成年。待会就让一个陌生人拿根大棍子来欺负这只中亚牧羊犬，看看未成年的小中亚它会作何反应。一切都是未知之数，话不多说，让陌生人进场。为了测试更有效果的话，我待会我就不进场了，因为狗主人在，效果不太明显。待会我们用三脚架把摄像机固定起来，然后让陌生人拿根大棍子进来去打他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中亚牧羊犬的尾巴，尾巴已经夹起来了。实际上这只小中亚牧羊犬它已经有点害怕了，已经害怕这个陌生人，可以说这只狗护卫能力比较一般。当然这是一只小狗，成年之后会发生什么，一切都是未知之数。过几个月等这只小中亚成年之后，咱们再来做一个测试。